就好了。哦，谢谢啊，谢谢，谢谢。看看，18块钱吃七星班，然后这儿的人都很好，都很客气。这个巴刹说大也大，说不大也不大。卖鸡蛋的，卖锅的。我给拿来，家里还有一包秋葵没有吃呢。是吗？是。啊，买铁锅呢，啊，各种铁锅，铁锅炖大鹅。哎你呀。他买厚一点。哎呀，这二十斤还要别点冰。啊，我看一下。啊，看看那，这个很好的。这个很好。啊。这个大的多少钱？哪里？这只。大只的。哦，这个。嗯。这个啊，70。70啊？啊。我觉得这个是炖鸡用的。这个哦，平的。很好了。这个呢？这种的啊，这个十吨的啊，啊，100多。100多啊？啊。哦，行，谢谢啊。啊。好的，好的。那个搁电磁炉上行，那个圆的就是必须要烧的，不是炒菜的，炖鸡的。我这次海运发了那个柴锅炖鸡的那个调料。要买一个能放在电磁炉上的。看你不来条裙子穿，多漂亮！啊，你穿上这去巴刹，人家就肯定跟你点咖啡，你跟那个点咖卖咖啡的印度大妈似的。要不然，还我买点东西，晚上让他上家来吃得了，行吗？你说呢？也行吧。鲨鱼，不知道他没回我呢。有虾。有啊，我那天不是刚买了好多条鱼吗？这边鱼的品种多，好多都是你没见过的。我就找螃蟹没找着。哎呦，螃蟹好小啊！24块钱一公斤，这个有点小啊。有海螺，螺片。螺片怎么吃啊？就蘸着那个汁儿吃，你浇点那个汁儿。哦，我买那个瓦萨比还没吃完呢。也可以蘸着那个吃。哎呀，我不能吃，我这胃它不让吃辣的，真讨厌。少放一点点，拿水焯一下。有肉蟹，那我就叫他在家吃就完了。老板，这个肉蟹多少钱一公斤啊？这个是65块。你要大只的这边有。哦，有大只的，都一样吗？你不加盐，不加盐加钱。大只的多少钱？80。大只的80一 kilo 啊？啊？有没有便宜点吧？大只的。嗯。你要几只？便宜点要4只。啊，这边呢70块给你。行。要40个，这个分公母吗？公的，全部公的。全部公的，你拿大只的，拿4只。
活的啊。活着活着。老板，你有那个泰产购吧？没有。没有啊？你要现金啊？啊。哎呀，稍等啊。你先称一下，你看看多少钱，我怕我看我钱够不够。你这有多少钱现金啊？啊？啊？有一百多个吗？就他老板这儿没有那个踏神购，要付现金的。是多少钱？不知道呢。你要螃蟹了？嗯、啊。你去他们那边，你帮我先借200块钱回来，把这个东西放在上面。稍等啊，我让他去拿钱。多少钱？101。这有啊。那一会儿买别的呢，他那边好多人都没有那个，就对面就是，就对面。老板，这个海螺。115块。啊？这是活的吗？没有，冷藏了的，活的没有了。哦，冷藏的是吗？冷藏那就算了。100多少？101。来，我先给你这个，谢谢啊，拜拜。我先等会儿吧，我看那边如果买东西要可以那个用电子支付，就不用去借钱了。你看他是年纪大的，这年轻人的都有。这种鱼好吃，七星斑，红色，这是七星斑。这种鱼好吃，有没有大只的，老板？什么？大只一点的？大只一点的没有啊，有江大，都差不多这样大是吧？有江湖大，抓到一点多。啊，这种的叫燕子斑。嗯哼。这种的才叫七星斑，就是有星的，有点啊，连有条纹的是燕子斑，但是比较小啊。但是这个看着很新鲜，真的啊。带我们去的，这是吧？那你这颜色那么深，好看吗？它大只的，就是那个什么。它是要大的吗？废话，你多少人呢？8块钱，我弄干净给你们。啊，8块。这里还有虾吗？没有，下来你得去那边买。那它30块钱600克，55一公斤，对吗？哎，如果你们要吃很新鲜的，你下午2点来，活的那碗。哦，得下午2点来。红烧的石斑啊，花蟹啊，大脚啊，都是活的那碗。对呀、啊，我记得我那个来就很多是卖活的嘛，来早了。你太早来了。哦，太早来了。然后今天可能比较少，因为风有风啊。啊，有风不就有龙虾了吗？有风就少人出来了。拿我那个手机。手机在我这儿吗？在我兜里呢，我刚才摸了鱼了，手比较轻。你他们哪能扫？你扫一下，把钱给人家。要
晚一点来，下次。不是，扫扫哪里啊，老板？泰山沟。嗯。往那边。多少钱？高铁票呗。啊，十八块。十八块。十八。我觉得你们一定会掉。你去，你去看哪边可以用碳产购，你买点虾吧，反正晚上在家吃嘛。那大哥好了。哦，谢谢啊，谢谢啊，谢谢啊。看看，18块钱吃七星斑，然后这儿的人都很好，都很客气。嗯，可以啊，他这儿有，你买哪种？这种吧，你看着吗？这种是养殖的吧？对对对。你要买野生的，要买这种，要买这个颜色的，这么长时间你都不懂。好吃这种，这个我觉得他们不爱吃。那你可以稍微买小一点，这个也是野生的吧？对对对，这个也是，这里啊，这种，你有拔吗？不用，你就直接给我拿就好了。那个好吃了，来，不要这种啊。嗯，看着就不好吃。那个小船的，就买这24的吧。这个其实我也觉得那个会好吃。等一下我还有，我拿给你看。你看颜色就知道那个野生硬壳的好吃。这是什么鱼啊？这个鸡仔。这个是河鱼对吗？海鱼。海鱼啊，也是海水鱼哦。海鱼。这个鱼好吃吧？金凤鱼，嗯，金凤就是。它贵，16.7。嗯，这边比咱们那边东西多。啊，可以可以。嗯。哪种啊？这个是跟这个还是24的这个？这是小船的两个。小船跟大船。啊，这里。好的好的。小船的比较美。对。两块或者几斤？啊。你知道为什么他们说小船的比较美吗？小船什么意思呀？大船的都要泡药水，对吧？上来你有可能2-3天才回来，对，现在就当天出当天回。对，嗯，你大船他们就肯定是泡东西了。嗯，哈哈，自己扫一下，扫一下，多少钱？27块。来来，那边。这里。我这也算半个渔民了。在我们这里啊，小船通常都是买。哎，对对对，比较贵的啦，我们渔人啊，大船的渠道，深海的，小船的渠道嘛，来的，那渠道我的拿不到的。那都来我啊，你赶紧我的，开始喊我啊。好，给了吗？谢谢啊，老板。不用，我就回家了。啊，可以可以啊，可以。香菜家里有，香葱家里也有，你买俩茄子就行了。香菜家里有。对，我那天买的。哎，我帮你拿那个袋子，你把袋子给我，你把所有袋子给我，给你挑就可以了。4根吧。4根啊。啊。香菜跟葱都不用。都不用，都有。哎呦，我站这儿挡道，我站到外面去。
你看，你看，在人家这边买东西哈，就很多行业规则，人都讲给你。你在国内，没人讲给你。所以我一直说，这边华人保持着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。啊？他这么年轻，多少钱？8块8。啊，还够，还够。你看，你到城里这些地方来哈，你还真不能完全不拿钱包，不带现金还真不行。按说，你看这个蔡老板这么年轻，就不用踏探购。刚才那个老 uncle 不用就算了。可以了吗？有我买的，你没看我今天早上炒饭都放了葱了。要2点来才有新鲜的，2点来他那个八爪鱼都是新鲜的，那个海螺我没买，我问人家，人就直接告诉你是冷冻的，所以我就没有买。现在可以结账回家了，你看他们这个车拉着海鲜的车，这刚刚开始来这边。这边结账，现在这边可以用踏产购了，就没有什么可担心的。所以全部是759块钱。稍等啊。稍等。Touch Go 是扫这个吧？啊，对。有几箱？有3箱是吧？我把车开到这边吧，你车在那边停的还挺远的呢。对，可以了，可以了。嗯哼。啊 ，OK， 好。啊，我把车开到这边。好。